时间今天是5月25号星期六，由我罗雪贤和大家主持第60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我们首先看看投注总额，今期的投注总额总共是有3406万，由于上一期的头奖有人中，所以是没有累积多保障金，而投注总额的 15% 也就是51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搞珠之前，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周慎荣 MH 太平绅士和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中国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何慧文先生。欢迎两位，介绍一下受惠机构。中国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于1972年成立，积极发展及推广11项残疾人运动项目，培育本地残疾运动员及提升其竞技水平。去年10月举办的杭州亚残会共取得4金、9银、18铜共31面奖牌。更组织观摩交流团，约50名特殊学校师生以及发展队残疾运动员亲赴杭州。今年8月28号至9月8号的巴黎2024年残疾人奥运会，硬地滚球、羽毛球以及游泳等而取得参赛资格，详情可以浏览协会的网页或者致电2602-8232查询。好啦，今期的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大家电视机荧光幕会见到一部六合彩的搞珠机，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可以即刻开始第60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出嚟嘅号码系49号 ，the first one number is 49。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6号 ，the second one number is 26。第三个搞出来的号码是46号 ,third round number is 46。第四个搞出来的号码是37号 ,fourth round number is 37。
出嚟嘅号码30号 ，feature number 30。解出嚟嘅号码7号 ，Safe Draw Number 7。出嚟嘅特别号码系25号 ，H number is 25。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我同大家重复一次啊，分别有7号、26号、30号、37号、46号、49号，而特别号码系25号噶。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嘅六合彩结果，又或者头二三奖嘅拍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2888，又或者浏览马会六合彩嘅网页。好啦，节目时间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唔该晒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佢哋分别系周秀明 MH 太平绅士同埋何慧文先生，唔该晒两位。喺度提提大家，喺节目完咗大概15分钟之后，大家就可以购买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预祝大家好运，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见，拜拜。